别浪神，我们从三仙台离开，继续往花莲前进。伴随着摩托车引擎轰轰作响，还有偶然出现的海洋、山岚美景，不禁让我想起初见台十一线的内心激昂。在东部海岸线上遇到了许多同样享受自由的骑士，这也让我明白，在这浩瀚的世界里，有一群人跟我一样，不畏风雨以及辛劳，只为看见美丽的一隅。原来在海边骑车就是这种感觉，惬意而轻松，视线辽阔。转进金刚大道，背倚着大海，两侧绿意盎然，远方山景映入眼前。我们骑在笔直的公路上，俨然形成一幅和谐的画作。而就在此时，我们遇到一位大哥，又自然地展开了一段聊天。是在做房屋修缮，透过设计师。很漂亮哎、欸，那个地方。它里面有小农村什么的。二是我是做他们那一区的，来这边是不错的地方。对啊，我还蛮喜欢东部的，所以我一直跑过来。夏天可以跑，旅途愉快，安全。好，谢谢。回去的时候要注意，因为有山路靠这边的，有一稍微山崩，有时候要慢一点。OK， 好好好。OK， 好，拜拜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我回去啊。随着天色渐暗，阿德必须先行离开，今晚就得冲回台北。于是我们与阿德兵分二路，展开各自的新旅程。回到公路上，看着远方乌云密集，加上刚刚那位大哥特别提醒，通往花莲的道路有土石坍塌，我们满是担心。不过正如同前面所说，环岛是一趟心灵旅程，已知未知都要勇往直前，我们认命冲向暴风圈。果不其然，天空就降起了雨。虽然是小雨，但淋久了仍有些难熬。花东海岸公路美景众多，无论是八仙洞的海石洞景观、石梯坪，或是在牛山忽亭草皮上赏景的慵懒。尽管天空不作美，但望着沿途山景，心想着，若是天晴时骑乘，想必更加动容。不过说也奇怪，倒也不生气。回想起来，意识能量满满的一天，遇到了很多温暖的人们，软化了疲惫及不适。本是一条美丽而浪漫的公路，现在仅有眼前的一片雨水。从金刚大道到花莲市区不过87公里的距离，此刻却显得如此漫长。人生也不过如此，阴晴圆缺，哪有什么一帆风顺。随着雨势渐强，台十一线从美好的天堂瞬间转变成一场噩梦。夜幕低垂，氛围瞬间改变，全程精神紧绷，将生命安全置顶于脑中。被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笼罩着，仅有对向有车经过时才显露出一丝光芒。在擦身而过后，将又再次陷入无尽黑暗之中。蜿蜒的山路令人不敢大意，整段路都只能靠着地上的猫眼石反光，慢慢向前行，尽可能避免所有危险。来到远雄海洋公园附近时，我们已经狼狈到了极点，就算雨越下越大，还是稍稍松了口气。知道距离花莲市区不远了，更重要的是，终于脱离了多弯路段。在冷与疲惫交叠之下，我们进入市区。
期待的晚餐都不在意了，只顾着直奔回民宿。那一晚我们就决定蜗居在温暖的民宿里好好休息。40公升的后箱还是要一直塞。我刚刚已经把摄影包寄掉了，拿去邮局寄掉， but 还是有点不够啊，今天下雨。好狼狈哟、哦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近年的惯例，在生日附近我会规划一场公路旅行。原来环岛只有零次跟无数次，一旦感受过被美景震撼的感动，这一辈子都会追寻着。虽然飘着雨，我们苦中作乐，无论如何只要保持着开阔的心态，即便是下雨骑车又如何。经过了一条条花莲的道路，我们逐渐远离了市区，经过新城，宽敞道路迎接着我们。在这样的路上骑车，神清气爽。来到笔直的麻薯大街，看着路边一家家宛如博物馆般的麻薯店，就知道距离太鲁阁不远了。在进入苏花公路前，先弯进加油站，为摩托车补充能量。美丽的纵谷风情，即便是下着雨，都如此令人着迷。返回公路，转个弯，来到熟悉的大桥，往烟雾弥漫的山里骑去，如同迈向未知的未来。进入苏花公路前，望着一个个警告标语，山区易起雾，天雨路滑，甚至还有注意落石等公告，有些忐忑不安。苏花公路，特别是旧苏花，对我而言是又爱又恨。我爱它的无敌美景，峭壁与海洋间的浪漫，沿山岭而生的蜿蜒公路，先人们用血汗所凿的隧道，美丽的清水断崖，在雨中依然景观壮阔。一直认为美景犹如出自上帝之手的雕刻艺品，与其每天在差不多的地方看着差不多的景色，浑浑噩噩过完这一生，不如走出家门，看看美丽的台湾，美丽的世界，欣赏上帝精心打造的神作，所有烦恼都能一扫而空。苏花改虽然少了旧苏花的美景，却多了份安心。这次环岛下着雨来到苏花公路，内心庆幸自己骑了红牌，能走苏花改。进入中仑隧道，遇上了管制，原来是隧道内前段的灯故障了。我们就这样跟着前车一起摸黑前行。苏花改又称新台九线，正式名称为台九线苏化公路山区路段改善计划，从台九线苏澳到大清水路段。进入长隧道，不但没有窒息，还相当感谢努力争取路权的前辈们，让我可以选择一条相对安全的回家路。旧苏花很美，但就让它留在天晴之时。每次出隧道都有新的景色迎接着我们，有时是山，有时是海，有时则是小村庄，就像上天给予惊喜一般，令人期待。偶尔还是会经过旧苏花共用的路段，
但相较于昨夜一片漆黑的路况，已是放心了许多。过了苏澳隧道后，我们岔出台九线，前往位于苏澳渔港的饭店。Happy birthday！ 我现在有点狼狈呢。超漂亮！我就只是想放松，你录什么影？刚刚上一秒就不是长这样。下下雨，现在没有下雨。现在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，等下就重点上路。希望上路的时候不要下雨。今天是环岛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带着饭店老板及员工的祝福启程回家。经过了苏澳渔港，经过了繁忙的市镇，沿着台二线一路向北。宜兰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，住在台北的这些年，宜兰就如同后花园一般，是最快能接近田野之处。一条条熟悉的路，如今成了回家必经之路。少了台北的繁忙步调，格外平静。台二线是一条沿着基隆北海岸所新建的省道滨海公路，全长168公里。台二线对于住在台北的我来说，同样是相当熟悉。在开始工作以前，总会趁着天晴之时，跨上摩托车，从家里一路骑到北海岸兜风，不禁让人惋惜，有多久没有像这样自由自在的骑车。东北角一直基隆到宜兰的沿海地区，沿途有多条海景步道，适合一边散步一边吹吹海风。普悠玛号从我们身旁匆匆而过，载着无数旅人来来去去，或许是出门，或许是回家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旅途。今日的东北角天气诡谲多变，时而降雨，时而显露阳光。鼻头角命名来自于夹角地形突出大海，形状宛如鼻子，因此被称为鼻头。南亚以景观特殊的奇岩著称，是东北角以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北面的入口。我们在南亚奇岩附近暂坐休息。
形山势陡峭，海崖海石风化岩相当发达，具有巨岩风貌。休息后回到台二线上，惬意的奔驰在滨海公路，一想到越来越接近家里，忽然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受，一方面感到欣慰，一方面也依依不舍。这段旅途即将结束，要回到繁忙的城市里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这么疯狂，我的回答是因为不知道哪天就会登出人生，不如就过得随心所欲一些，不抱遗憾，不负此生。如果有幸活到老，也能细细品味多彩多姿的这一生，成为一位有故事的人。旅行是与自己独处的时光，既浪漫又艰辛，但能让人找到自己。环岛是绕一圈台湾，但不仅仅是绕一圈台湾，而是走出狭隘的生活圈，去看看辽阔的世界。在旅途中相遇的人们只有刹那瞬间，但已在记忆中留下了最美好的种子。相信世界仍有许多不美好的一面，比如骑到一半突然被赶下来骑平面道路，不过期许自己用正面的心态面对。随着越来越深入市区，看着逐渐变快的步调，啊，熟悉的台北，我回来了。旅行的意义每个人都不同，有些人享受迷失，有些人享受流浪，也有些人享受抵达目的地的快感。无论是什么，只要还有体力就出发吧，去看看美好的世界。人生从我们离开舒适圈的那一刻才开始，跨出这一步，世界就在我们脚下。台湾，一个山海交织的岛屿，它给我能量，带给我温暖。绕一圈，就像拥有了全世界。骑车旅行最美的从来都不是目的地，而是那些不经意的海洋、夕阳、沙滩、稻田。原来每一次的起航都只为遇见那些微不足道的美好。我回来了，带着来自岛屿的赠礼，迈向26岁的人生。特别感谢 New Skin 有帮我准备一个环岛礼包，那就来带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内容。赛丽云35号防晒乳，特别有添加芦荟，加上它是防水的配方，水上活动也很适合。那这一次 New Skin 的营养师呢，有特别推荐我芦荟青春配方，它是综合维他命，保持体力最佳的状态。最后 Dream Shake 军事奶昔，它除了饮食控制，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当增加饱足感的一种小点心，它也是可以加在我们豆浆啊、咖啡饮料里面。好啦，那就感谢 New Skin， 然后我会带着这一份礼包上路出发咯。